快乐的嘛。啊，今晚啊，要来报告先检讨迄个教育合理化。九月二日吼，其实那一天的陈医师，你感觉那个灵气是袂歹啊，做好。那灵气够旺的，所以林冠华有爸爸妈妈来的，但是低调了，相片可以播了，不要心事了，哦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因为我看 Facebook 有一点有人播出来的，啊，所以相片可以播，不要去诉说这个是林冠华的父亲，啊，等到林冠华的妈妈她都网页自己讲出来以后，大概就可以，就可以这个啊，林家的自己去发表心得，那么。你刚才当作那预测是未超过两百个，哦，啊，所以迄个要怎样？咱个房租的石头，我们等等，伊准备了两百万哦，啊，结果是百几个，啊，计算讲大家唔来调料。欠了以后，但是囡仔迄面传的面，囡仔还差一届。还差一届，我嘛是要袂歹食。不是，我是讲我无装差了，我传的料，囡仔还佫差新的互伊食。啊，昨昏就装穿到昨昏的面了，有装。也讲安袂歹，迄使用我以前食讲大面筋，伊第一摆食。伊讲台中有迄大面筋，迄台北个唔知，所以伊嘛感觉。伊来咱遮外婆拢讲胃口拢正，所以迄天你啊看，迄个正经现实批的孔文正吼，反正伊真有心啦。伊本来是因遐摄影记者爬出来吼，但是袂赴去听，袂赴叫咱讲来，他就是遮照片较有感吼。啊，看看伊做结论吼，伊听伊做一个结论，伊个论述了，遐一个来宾论述了，无要互人讲讲啊，伊做结论吼，差不多是咱个意思拢照咱个意思来做，啊，所以他讲完就，啊，这个节目就结束了，你小心。啊，面试个机会是。等等的，甲我问下，问讲，诶，迄对面试有啥物要求？我讲这回林中华，林冠华，这回一定爱出来，爱报出来。讲这是社会教育，这毋是我个人的。伊讲，对，伊嘛有安尼想，嘿，讲爱，伊就特别交代你。所以面试嘛，足紧张，惊伊变了无好嘛。去后迄当处长吼，我大家甲选吼也不好啊。啊，店长的迄个副理官任务的吼责任感吼，哪来哪当，所以他那个笑不出来。伊发现讲，有啥物代志无较紧做吼，有一间巧遇的吼，所以他有那一种。每一摆参加咱的培训会，伊拢有感觉讲，也啊，我要使劲者吼，爱做一寡有意义的代志，啊，我爱安排好势，安排需要的代志。这个这种八十几岁啦，啊，都有在安排。柯大大嘛是安尼呢，柯大大有八十，有八十，啊，最近咧就是总。从这个2016行，伊讲遮个咱台派袂团结，从他感冒，啊无去讲伊要来，啊感冒感一个真严重个，咱26号办活动，25号，现在个伫立招啊讲，
来做伙去拜访你啊！遐遐个即个第三世了吼，就是包括拜托你去拜访迄民进党，啊去拜咧，啊个朱代理啊，啊要改什么？合作会啊，把那个所有的拖走吼，啊合作会，啊拢遐好啊！哎，用咱话做钱嘛，我都不爱参加迄、那个。迄吼，迄去拢爱好用的，但是电动的吼，即马真侪拢伊咧出钱。小英的前落捡外万块，你知无？就是一个人个人吼，会用管的上限是五万。哦，啊，企业都毋是要食料理的，企业是要搞。奉献啊，所以有人捐钱哦，无人去食。我啊，剩够侪话，我咪食啦，肯叫人去食哦。一顿嘛五万块，所以要用米会摊位，咱也有派米会啊。啊，迄会是米会是派去李定辉的，李定辉下的。啊，后摆这一款政治活动吼，含咱会做连结的，会哪来哪去。所以未来吼，未来咱的政策吼，会哪来哪重要。哦，这回这个自由时报，啊，咱看几下吧。啊，这个。民进的就会搁出来，哦，啊，搁政经县府提价，啊，搁潜伏在台面下，伫咧伫感动。迄天去的百几个吼，其实有代表性的人物占一半，遐内底遐几个议员，咱拢无共介绍，北关市来的议员啊，因都拢做低调的，啊，所以也无。无介绍啊！啊，我直接看到你，伊讲爱到提名变啦。哦，关联的议员，哦，啊对，哎，啊对，教授，哎，啊咱嘛唔知，啊拢伫遐啦，拢点点啊在甲咱宣传。然后廖文杰因伊的这个亲族啊，伊林博士啊，林博士真出名的，伊伫这个较早伫。伫慈济大学退休的嘛，啊，因某是啊阿扁也是同班同学，哦啊，拢点点啊在替咱在做这个。我迄个脸书吼，伊迄个叫做是讲要参加，因为超过五千个，啊无法度搁扩充的。啊，我逐摆甲点来讲，你超过人数不能再怎么样了。所以因就怎啊，就钱一钱袂袂，就针对爱去粉丝团啊，粉丝团。但是粉丝团无回应的，大家较无爱。啊，怎啊咧？讲要对赖家来啊？啊赖，咱都有一个编号，再一个赖啊。啊，你惊你啊？用平板的吼，啊，迄编号无，迄主要手机没开就赖不来嘛。所以最近赖要不要加入迄款啊？做赖足球，我足济，啊我嘛唔知迄到底是啥物国个，啊唔惊惊唔呾加入嘛？我拢看伊加入的人，看咱的同事哦。最近我有看到一个开始加入迄一个啥物足球个，你可能无意中加入的。啊！我著讲，我无白只看啊！啊，无就直接甲你邀请。哦，啊，我想讲，我今日邀请到咱放一寡消息去互伊。哦，啊，咱家己的人，咱就变做另外咱家己的主持。所以，今仔有滴安尼啊，唔该。过来就是咱即回的活动哦。咱迄种少年，咱只少年啊吼，十外岁啊。一个较细汉的吼，去弄迄大路吼，
你嘛焦点的，叫做战斧。战斧。那战斧哦，哎、嗯欸，你是焦点了、哦，很多人去帮你照哦，哦，会落较大个，啊，你比较够困难。然后这里、個，阿伯咱正果可能爱练一个前奏的，先对细声，甲大声，啊对。对鼓啊，过来才开始深深看到加入，啊，那迄个半音加入，啊，那到尾啊，弄中起来，弹弄大声，大概就前奏了，欠点前奏。可是咱买啊，要收买啊，吼，要再改良一下，咱来过来参照。大家对这整个有印象，有印象。啊，我看咱这表演啊，底下这弄鼓，但是表情太严肃，这表情很严肃。那一天是最初林冠华，大家感觉讲，嗯，哇，今仔可能拢袂最输的啦。但是以后要表现，不像咱那个勇敢的气势，迄、那个气势爱对咱这个十几岁开始练气。你若十几岁啊咧练气吼，你更加大人做大人吼。以上面代志，他可以很快进入那个情境，他可以判断，所以就会变作产生一个两个年轻的那个，诶三个，哦啊真，大概真认真，第一就是那个小小马，啊。我唱歌，啊，再来就是迄战兔，我迄主人，这嘛妙唱，人讲我会走乐团，啊，当作高中生，袂歹个哦，讲个也有，啊，我后壁咱遐遐囡仔，伊讲哦，安尼只，拢有在栽培，安尼了，隔壁遐我知生，讲哦，安尼只拢有在栽培，哎呦，咱若要栽培别人个囝哦。还是查某囝哦，咱先栽培咱家己的查某囝，甲咱家己的囝，你知影意思？啊，然后他对咱家个团，这样才会有一个基础啊。所以这一次吼，整个这个心血文这样再乱一次，这番教育吼，就真正的这个深入基层的，也传承掉。相信大家，咱家的新的小朋友，他们会一直回想到那一天。我安尼，恁大家感觉怎么样？一刹那之间的教育，变作一种永恒的记忆，才决定。咱那个做舞台的人去表演，啊，这是吃着啦。哎，你面顶啊！面顶就讲台湾人家，伊讲咱的这个修行的这个架构啊，爱要完整。啊，每一种信仰拢有神秘经验、神秘的经验。你讲你啊，就叫我讲一定爱对头，或是啊，这两本书，灵体医学加灵体蜕变。啊，古早是每一个信仰拢有讲与神对话，和神在对话啊，拢爱有一个人开始对话开始啊。什么教嘛同款，啊，宗教是人为啊，啊，信仰是目的。哦，啊，不所以你安那信安那伊嘛，未到尾啊，回到原点哦，除非你探究迄个教。的地位，无其实拢会变作个体互信仰、外信，所以你的个体信仰会涵盖那个教，不会受那个教去控制。哦，你怎么不做？唔知个安怎？迄阵啊，迄是叫做初级班，幼稚园初级班。到尾啊，你安怎修？什么道？安怎发？什么咒？安怎舞？舞到尾啊，就是你家己的心，你自己就出来，你家己就出来。
那自己就出来就是讲，就印证一句：佛即心嘛，佛是心嘛，心是佛。啊，我是上帝的一部分，上帝也是我的一部分。这条，这个是圣凡平等，圣凡平等的道理嘛。啊，因为啥那教义无爱讲到这，所以讲到这恁都。无要搁捐钱啊！我无要搁听我的话啊！你知我意思？所以咱圣山是安怎管理吼？我拢讲恁大家爱协商协商，对这個意思，就大家意见出来讲，啊，但是卖假嘛！我哩袂晓啊，为着民主上，我哩硬假啊！那个是那个对修行一点帮助也没有，啊，古来的迄古卡也倒出来。总之叫做古卡造的，这台语的成语怎么来知道吗？古啊惊人怕吼，甚至拢叫咧来滴，含汤嘛叫。我迄个迄个大概哩较酷酷，酷甲伊种，就酷酷，啊伊只古就感觉我很安全一点。结果古来不多了，啊伊唔知边个人一个三十几斤啊，准备要当老头。啊！伊就是讲，我吼头小块出来，啊，但是脚吼爱先出来，后看到人较紧随便走安尼啦，哦，啊，所以讲，哦，来等等等，伊个骨卡要酸出来，安尼啦，咪个安尼，这就是，会讲早晚会被看破手脚的意思啦，哦，哦，早晚会去往看出这个。卡住嘛，啲第二嘢啦，啊都搞醒狼啦，嗬，所以，咁而家啲网充满咗哲理，啊，呢种问题就系有咱嘅董事啦，那董事一个行过大江南北啦，啊，历经生死嘅这个过程嘅人，就是苏联外长。啊，所以我在伟大的所在就是讲，伊无要靠别人。伊伫日本的时阵嘛，组一寡遐台派组织，大家组起来，啊，讲来话讲，哦，咱来来起义安尼。哎呀，大家走了了。啊，然后我干脆解散，啊，就家己来啊，就家己去想办法，我一定爱赚一寡钱，啊，赚一寡钱爱行我家己这条路。啊，认同的人则侪。啊，行动的人无看伊，哎，哦，认同的人啊，侪啦，伊看伊的车真侪嘛，拢讲哦，赞赞赞啊，但是讲咱来来行动，大了了嘛，啊，所以开面店的，啊，面店就讲我一定爱有生意，啊，以后加再去中国哦，大江南北走透透，啊，去各地吼，家己煮家己食吼，啊，遐、啊、地方风味好康的，伊拢家己。一个比日本安尼做嘛，哦，生意足好个啦。迄个是去楼顶过底下个台湾人四百人住，暗时吼包水饺包到天光个。伊较早是即款精神个，啊，因阿嬷有留一寡钱吼，伊甲摕去买迄块地，啊，迄块地伫日本。买了几平，十几平啦，十几平足贵个呢。啊，较早买是会用买足大个嘛，但是迄阵都剩遐钱，还无买了，啊，就买个，啊，才开店。后以前是大呢，啊，到尾也算店。啊，伊个楼顶哦，变做革命总部啦，啊，就是台湾留学生啊，中国留学生，啊，要去啊，看到册要去啊，甲拜访个。互因住，互因食，搁互因所费，搁伊若讲要有要接受任务，搁提钱互伊。伊讲吼，迄来个人较济，啊，家己提钱提较济嘛，啊，真正讲有咧做，讲无几个啊。哦，啊，所以伊是安怎怀念迄个政府，伊真正要做，啊，搁钱俭俭来用，啊，真正要做啊，你又知。
迄阵国民党布线布得很，真严密嘛，所以就变作讲，要买枪的时阵，伊讲这枪绝对袂得到台湾买，爱去国外买，爱去伊的迄个政权不另外一寡人，其中一个讲，咱台湾都现有都现买就好啊，结果一个讲花买买尔，含人街头都接头迄个人，国民党，安那来政权这样编制的，啊编制了后，伊要照顾因政权的家人，政权家人不谅解。我哩还是阮老爸，啊，咱真艰苦。所以咱哩总讲，我知影你的心，你立地，来立地，啊，这里边烦恼。啊，自头到尾啊，坚持革命的吼，啊，到即马讲啊来进入这个另外无同款时代，体制内甲体制外革命，拢爱做。嘛是苏联，带头在做。啊，你甲看，计程车拢拜六一礼拜拢挂迄台湾诶独立会啊。啊，你爱行来行去啊，迄毋是义务诶呢，毋是讲哦，啊计程车司机哦，你感动着。啊，怎啊？免钱啊，我替伊来走啊，走一工啊。迄、那个苏联会长，伊就讲：“啊，你即工你即工就免转去啊，啊，你一个月赚偌济？”啊，拢甲讲：“安尼你一工的钱，应该做啊。”啊，所以伊咧开钱是叫做烧钱啊，就迄伫台中设立一个地下电台咧，烧到尾啊，怎嘛是去用？去用迄个断讯的啦，啊，汉有之声，汉有之声是也过硬地吼，得一过啦，伊比咱较早吼，较差啦，啊，你知我意思？所以伊这个人吼，始终如一哦。啊，伊甲讲，伊去大江南北看过这个灵山秀水嘛，要去访问名人啦吼，因为战乱拢会想讲去访问一寡吼，什么仙哦，吼。会飞天，会种地，因为中国盖后独占遮嘛，啥物华山派啦，啥昆仑派啊，哦，啊，你去找图，你去看看，讲遮拢出来的。啊，遐个啥物大师傅、修行啊，咧念经念佛陀，拢免看找遐啊。伊讲遐叫做空空的啦，伊拢空空空空。啊，所以。去用红做空门，空门，伊空门是以前也看空的，伊唔是那变空的。伊讲啊，这都拢要收计的。啊，我咧做代志，啊，就干那要叫人安怎？伊讲，来咱台湾前头啦吼，咱唔是好，来咱台湾前头，伊开始进入状况，伊直直要看一寡咱遮的啥物灵修的书。我想讲这个，我以前有这个需要，别人嘛有这个需要，所以我唔知较紧讲，啊无这两本较紧，搁对头来写，写写出版吼，爱字种较足大个。你为只我以前好看，一个即回就爱二十六嘛，伊甲我邀去伫边啊，甲我讲，诶，我即马才知影讲你。含我过去认知的吼，拢一致啦。你铁学家，啊我讲，我讲，啊你讲看了伊讲，我看你都变大，哦，你写甲足顺的安尼。伊讲伊看别人的书足艰苦啊，啊看咱的书讲一泻千里安尼，啊，我直直看。啊，看了讲，伊即马已经含咱遮哦，规个拢讲心啊，安尼知我意思？
哦，啊，所以，因为伊无讲，袂使甲讲，所以我来讲啊。所以变成这两份这样的。这个所有一切，有人赞成，都有人反对。有的是啥？有的是教材的问题。啊，只能偷看，不能连看。啊，只能暗中来吸收，不能明讲。你听，哦，啊，所以这种咱就好分辨。啊，所以这未来我那有读书，我那有迄个新书发表会哦，啊，我莫参加，因为参加了神秘感会无。咱若要参加就爱上啊，因为声音也是吼，安尼结一个神秘感，啊，佫带个安尼一斤两斤三斤，足歹做迄种啊，啊出来爱佫一个技巧。啊，咱即款呢是啊，臭咸面头哦，啊，电饭甲互人感觉啊，正无错。啊，所以咱在即个华人文化吼，封建的即个每一个人来看，他认为你这个人食饭放屎没有什么道理。啊，其实对一个有道行的人放屎无臭，放屁拢香的，伊对拢同款，一定爱。经传，啊！历代上迄款嘞，上正经诶，迄皇帝上正子个啊，哦，迄拢嘛拜迄个神灵，拜到上香啦，啊，拢去建立国书，啊，国书内底拢为宗教家，啊，替写经典，啊，祈福德，啊，四字毋是共款，开棺验尸吼。用他们去观察，用人提出来点啊嘛，感官意思。所以，恁爱读偌清楚，咱至少咱有爱有迄内涵啊。所以我有讲过，你安怎修，安怎修，修到尾也是个人的这个生活，个人的信仰。哎，你信仰有一个过程，啊，这就是过程。写到作弊啊，无人写到这。把那个天地这样说了，我迄阵参加一贯道，我偌心皮的，讲你吼，爱参加一贯道是我的环节啊，要讲叫做要搞我道啊。早暗伫我遐伫坐哦，啊穿西装啊都足，唔是穿西装，坐迄道行哦，足清气。暗是看病啦，看病早就看了，我讲也无病，啊无你卖啦，我讲袂出来。下早啊坐到下晡，啊坐到你下班，啊甲你讲，我要介绍你去，成就一个天下一大事啊，天下一大事。啊，我车拢准备好。啊，坐喺芋头啊，车伫外口。我就是讲，天下一大事，我想讲，哦，到尾要放假吼。伊问我，你当时有闲无？伊啥物时间我拢配合。啊，久来咱真艰苦，看安尼，啊，佫玩啊真烦。咱凊彩甲讲一个时间吼，无偌久讲安排好，爱去高雄。爱车爱旅游，伊阿讲叫做爱，叫做点关受三宝的，哦，爱行周公大礼的，哦，爱点骨仪，点阿做关节印，阿个迄个三个三项啊，哦，阿个手爱更好。哦，结果是，哦，我真心皮安尼啊！啊，去到哦，大家甲你好来好咧安排。哦，伊咧做进度哦，感觉即款情形，佫考证未过。啊，等我一下。哦，啊，一个囡仔，小朋友尔，
差不多咱这小朋友。哦，底下开刷机啊，伊哦拢吓死，哦，迄超过他的能力。啊，迄阵伊嘛唔知影讲，我可以透视哦。我根本不怕你，你当伫这讲伊哪，讲伊这讲。伊讲啊，小心是咧退咖，啊对嘛，对。到了后，因感觉讲奇怪，迄沙文咧烧吼，烧咧就吹走，烧咧就一阵风吹走。我讲，我见，咱可以完成一切。啊怎？第三张无吹走。啊了后，我想讲，哦，我就甲讲，我已经得到啊。啊，九弦七座完全超前。哦，啊，这一座。讲一座接近山，等下地过来，我无偌久，讲过来一个讲，嘛叫我要去求道的。我讲啊，我都求过啊，我求个金山哩。啊，伊讲无，金山伫阮遮，即满有迄、那个，啊，做啥物几百个家族书吼，啊几百个家方面，我讲哦，啊你唔着讲迄边个。伊讲我无讲啊，哦，啊讲你来啊来啊，哦我遐袂歹，他较近嘛，哦，啊咧上岸咧，哦都伫阮遐，我迄阵伫遐开啊，啊嘛是遐咧，啊，到尾我讲，你一个派嘛哦，我分过几下迄个点关注哦，啊咱安尼，气势拢袂歹哦，我看做对个嘛，啊去遐受训，大家做有礼貌。迄到尾我咧想讲，安尼即嘛爱互存在啊。因为哈，至少雄雄，伊迄了后拢爱食素食。雄雄，哦，我素食馆拢因开个嘛，啊无食卵啦。哦，有食卵，有因为到尾也互人讲，迄是鸭卵糕。了后卵他无爱互食。你看，要本来要补充动物性蛋白质啊，啊，再来讲鸭卵糕，可能就袂歹食。啊，叫苗，叫国民党苗栗加工烫饭烫饭，其实内容无影。开始要因为壮大可以影响政治啊，啊，足多人参加，迄唔只囡仔参加，遐嘛拢循规蹈矩。但是我认为讲，你把人的良心砍掉，你良这部分都无。文魄迄部分有控制掉袂来，但是连这部分都无自由去啊。所以我就讲话，保持良性接触啦。所以即马一贯到中等吼，开始觉醒，因为因的进度去哦中国开放，去中国开放吼，开放就是坐立道场，就是像我呢，伊是敢正去求道呢。伫中国啊，伊会用这套，结果去用掠，听讲掠几啊百个，拢关掉的。讲你违反迄个国家的政策，啊，咱开始有一挂反共一贯道出来，阿扁也忙去拜访，所以伊这内底他开始转化，啊，即马一贯都偏向于独派，哦，安尼嘛袂歹啊。哦，啊！但是我是感觉，咱的车也重要，就是这边真正开放度，啊，真侪真人哦，很多前人啊，包括韩前人咧，贵军起来办，他在往去天地搞，哦，去交流，啊，其实一贯都吼。迄阵天地教迄子孙吼，甲帮忙做起，因为迄阵要直直在念，要健壮，对。伊讲这法判就对嘛。啊，各位啊，甲这个好像是李登辉后面几年，他说这不是邪教，他开始为正式登记。所以，咱讲
宗教吼，尤其咱呐，咱莫共分，你这是好歹，但是你对社会后一点仔帮助吼，好诶，迄方面吼，比歹诶较侪吼。那安尼好啊，无只在至少比去信迄社交性甲趋向吼，迄比诶较好。所以咱有爱有这个感谢。咱只同学内底多亲嘛袂少，咱在座有无我毋知啦。我嘛经我两支诶，两支经团。啊，即下讲高发展类，咱伫内底嘛有地有只，但是不能这样，因为这个到零的阶段就断掉。啊，不敢讲机缘去到拢条件吼，去甲看迄个拢，讲内底拢是，因啊到因恁兜啊，即段拢别人来讲啊嘛，伫遐咧讲，哦，天堂就是伫遮，误认为装潢是天堂，所以，安尼光天民主因就是多钱啊，应该食素食啊，恁有法，安那食了饭是食粗的去吐一吐。所以，安尼嘛袂歹啦。啊，即马转过来遮，单是我去甲收起来，我家己个单收起来。啊，无伊就感觉，哦，礼数足济呢，摆暗桌啦，啥物时阵安那摆，哇、哦，真麻烦。像咱发会面顶拢无物件着，哎呀，伊罐头发会面顶哦，几十项哦。有啊，个礼数哦，干那礼数行到了，就只要一点钟啊。那唔讲念伊就煞，啊，人伊人偌济呢？客啊，靠一顿，道场自己在靠场。来钓一罐到道场嘛，足大件。因有假装讲叫我有缘去参观，我都无去。我今日过去又要你讲啥物？要个点啊？我嘛都要点就来点啊！我其实最有帮助就好。点点来先看参观，啊，是无个时间啦，哦，啊，所以咱做咱个，做咱个，啊，咱知影讲咱这吼，无过较深个啦，这已经写上册，啊，搁上深个道理拢知，啊，你若要搁去读遐个啥物，哦，看遐无文言文个吼，啊，家己感觉学问，敢若一句都讲一礼拜迄种个，迄我甲看。莫去浪费时间，好好啊吼，用精神伫咱个个个发生中，那个太浪费时间。那歹势甲讲着有人处理啊，伊无了嘛。然后健康话是讲到尾啊，就讲咱台湾人痛，他痛了就幸福，你听。啊，伊个道理你甲听哦，真个感动。足够讲嘞。含咧食一粒饭，啊，我迄道理搁一堆啊，啊，咱想袂出来，伊安尼讲袂出来。啊，搁有一个搁较老讲，迄周期嘛想袂着，迄啥物罗盘，啥物啊，新海罗盘，叶教授，哦，迄咱大家拢听下来，我认真甲听啊，我听两句，我就讲，哇，这种臭人。啊！安尼大家听较感动啦。我感觉咱台湾由国民党来做主领教育，移民政策是成功。啊！你新海罗盘，你讲到尾啊，嘛咧做生意。你注意安尼，去予伊安尼，我告诉你，规万嘛咧卖，啥物叫做能量水？啊！你啊，信道吼。啉落吼，哦，迄面是红个，你知影？因为你相信，他就你就觉得舒服的能量在我身上产生，非常感恩。啊，你要看迄个妙天，哦，啊，宋七力，咱因都有办法，遐那么有办法，信徒那么忠贞，来遐多场吼。唔是像咱县山安尼去呢，咱县山是地层足济呢，啊，迄道了规片的，起个偌水的雕梁画栋，卖婚纱照片，
你们水源奉献，结果水源奉献搁看，大细张拢做袂起。啊，缩一下头，哦，拢是，拢有价嘛。啊，咱这无价嘛，是叫做无价之宝。啊，越偏袒人家越看不起。所以咱的人拢爱对细汉栽培，大汉趁袂迷惑啦，因为大汉伊性命过点哦，七情六欲，连咪爱情，连咪死亡，连咪只七情六欲，啊，要互伊产生平常心哦，都爱去接到迄正法哩。啊，咱若讲正法。咱就批评别人是邪法来做，咱嘛唔敢讲掉，至少这方法是正确的，啊，安尼就好。所以咱这车买出来就是讲，希望你们开心，安尼买背安尼十背，这都好看哦。我感觉像我爱二万张大衣啊，所以你若七八十岁嘛是看得真清楚，挂一下六片哦都好。咱来看哦清楚，所以今嘛啊有迄个股这啊做金属发表。你若我到去参加去讲清楚来去讲，你若无需要讲，讲理论的，是安尼。迄天地搞要确立迄个信仰根据哦，所以灵修做一部分，所以直直叫我讲爱做啥，啊我灵体医学到尾啊我准备要天地搞。啊，这个肖叔公伊讲伊莲花重病哦，诶爱介绍。哦，哎，你你一个人，伊讲明星无同款啦，啊那明星无同款的，你也要行应缘这条路，修行的方法拢同款，啊，所以灵体这个蜕变嘛，对莲花生进来。啊，是安怎？小叔讲，啊，你有版权哦，我你叫我去啊，我去啊，采访，啊，伊讲。即你就是惊伊看袂出去，还要来办事。所以天顶吼大光自照，所以我咧遮到尾也搁改这个灵体蜕变这个事。哦，伊足杂插的咧，师尊啦、小主公拢来讲，你这爱搁安怎补咧，安怎治啊？我你两个比较袂认真，啊，拢半暝啊，哪叫起来是啊？这叫天干。所以，我恁袂忝，我会忝。啊，那硬拼拼过来，啊，无我嘛作平大，因为啊不容易能睡觉啊，现在就睡不着，所以表示天啊真急啊，啊台湾的地面在，人咧看过大江南北哦，二十九十八，你唔好看咧，实际上对别种不了解，对喇嘛教嘛作了解，对西洋的信仰嘛作了解。哦，我一切读多济啊，对中国史嘛作老师啊，啊伊无爱写，啊要写台湾史就写袂出，啊所以伊个人反正无爱写，啊所以伊这人是即款人，报告时伊其实嘛是拢在研究，也是研究台湾状况，啊你要叫人出来讲较歹势，啊咱家己讲啊。因为因这个阶段，伊也去讲一个，讲一个这个灵体的什么这个修行哦，马上被宗教界划标签。但是欧弟上敢讲，因为欧弟上伊自由来自由去，啊，很台湾伊讲，暂且嘛敢讲，暂且迄天26号讲的啦，其实暂且较早伊就拢在看遐事。看来看去真恐怖，伊讲啊，这款是，那有需要出去外国去修的，什么奥修，什么静坐，什么啊，做啥，超级静坐，伊讲这咱遮落去啊，啊伊歹势讲伫我遮来，伊讲伫苏联迄搭物件，因为迄是一个最苏的病，所以，啊伊讲伊这爱想办法袂安那破，袂安那破。因为我们这有心理学，
所以也买也去吃。结果我才发现，伊就把那个出车啊，一寡有赚钱的，包括柯以路吼，可以赚袂少钱，伊刷这来出车。我讲你也出咱的车吼，啊有了钱吼，你也加讲，我总甲伊买落来。啊伊都唔讲，啊伊直接。所以吼、哦，这款人呢，是用教育，伊正注重教育的事，用教育来，这就是教育。有人看就教育，啊，无人看就是无效果。所以要去宣扬，要去找那个通路。啊，所以通路所有的媒体啊，也要自己出去讲。啊，你多人吼、哦。我跟你说大家不要说啊，他赚钱安排那都没人听，没人听 你有那个场次，我们有那个网站有这样在播，他每次都听到我这样说，那不行啊，你怎么去不同的地方，一万里来这里去躲一下，有路用的啦，一流量都出来了，啊！这款车拢叫做啥？这款车拢做烟叶流淌比例低，所以咱狂飙哦。我本来是想讲用上个，啊，尾用上个，大家拢较无重视。啊，像买卖吼，啊，咱都拢有在方便啦，所以咱有多种办法。希望大家可以先拿回去看，啊，你要，啊，咱都拢有在方便，可以抵扣你，哎。哦，安尼来就好啦。咱也免去计较，啊，就因为啊，钱财啊，吼，钱财应用啊，提来应用啊，啊，莫去啊钱用去啊。哦，啊，即嘛，咱10月31号，下礼拜六啊，3点到5点的邓正义烈士的街边店，啊，甲追思大门。这一天也要大家打拼，然后出一个问题，这都不可能来联络一下。你那个黄医师，黄医师他现在变成说，那粒石头应该买，但是那石头买了太漂亮，那是观赏石啦，啊，所以有棱有角，要磨平不可能，要揭不下去，就是无法度揭啦。啊，要用什么办法哦？这爱较紧，暂时即马听讲有在含伊联络，在想办法啦。我啊，定31号哩呀，到时也补袂出来嘛。我空壳地输几滴啊！啊，我意思讲，邓正义啊，无已经都归天啦。啊，大家拢有一个迄个偏差的头像在那边，啊，伊也无吼，嘛怪怪。啊，我以前讲这偏差的图像到底啊，若讲你看来，那个 box 地都甲夹落啊，这安尼比较有一个追溯因为嘛，看到迄个人，知影迄个人的故事哦，才有追溯的一个根啊。啊，无你也无看到迄个人，干那讲，啊要哪追溯，啊干那看伊的精神，你要看精神，不要有什么这个。偶像出现了，所以我甲看迄个黄医师可怜，伊都搞歪，张医师啊，哎，张医师啊，伊都搞，所以伊就坚持讲无要迄个上，我讲哇，安尼对，无要紧啦，因出钱的东西，伊遐钱要出嘛，啊，对，对嘛，到尾啊，等因退出了，拢再甲叫一个啦。按一片一条那个草的，啊！伊来啊，乖乖很着吼，有梦已成真。这是应该是哎呀，唔怕有，啊有一个迄个整体性。哦，无伊个就啥大了有无？哦，迄个定啊，哦，啊所以我讲做啦，本来是迄、那个，一心啊，一心那个叫做
哎，你诶，新诶，新几啊？新几啊？诶，伊阿公，因差不多遐到边吼，未讲纯点地啊，相对可以。啊，伊讲办了大圆满，好，圆满。啊，无形中感动了很多人。你即马诶，慢慢啊，去帮我们做，好。啊，咱这边只买了小米汤。啊，有翕到迄个林冠华因老爸老母了。我们可以说，但是不要写到他们两个，就是林冠华的父母亲。啊，安尼就好啊，好，好啊。好，安尼另外讲到这大家，十月三号董事会董事会吼，我无讲了。不知道。哦，董事会较重要呢，十月初三呢。但是咱拜六下到时，咱卖去山顶啦吼。啊，阮是三点开啊。啊，你若要去山顶的山顶，差不多四点下山回来，哎，哦，啊，但是因为接的吼，三点开车开一点钟啦，开点钟了后就来一个，哦，新书发表会啦，吼，要对内啦，吼，啊，所以对内变做赚钱我都袂少，因为咱遐坐路，哦，啊，大家会用。讲一些心得，讲一些话，由董事他们去讲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啊，那个跟到结完了一点钟，啊一点钟了，三点到四点是董事会嘛，哦，啊，其实我就爱三点五点，到五点，啊五点就开始，会用一人一菜吃饭啊嘛，哦，哦啊出来这夜平啊，吃了先啊，是讲有差一寡。安尼都好啊，啊食食咧，每个有个人食饱了哦，啊想要啊做一些娱乐节目嘛吼。啊，即个即部分咧，我较头痛。郑觉公也在。也在啊。安尼伊个意境节目，咱遐是我那边个用一个电视啊。姓山迄代在哦，不过即摆迄代伫山顶已经出侪状况。连你有当时啊，你放的时候爱后壁甲牵一个再出声。咱只基金啊，百万爱一代电视啊，咱无装第四代啊。啊，即摆有迄 smart TV 嘛，啊，咱去买四代好啊。然后就我迄天去看到六十寸的吼，哦，一万九千几年的，啊，去看到四十二寸的吼，我即马俗啊，啊，三十二寸的都几千块安尼啊，啊，即马电视内底拢会用接收 WiFi， 啊，你也要用手机遥控。伊会装一个叫做 Google Chrome， 啊，你爱去问啊，所以台中这也拢真买，无咱呢，只要买一台啊，买台啊，拢要按用意见的，啊，买了爱维修连线，哦，安尼后摆要用，而且要做简报嘛，到时，啊，先放一点，啊，钱是提来，咱真正的钱是提来嘛，提来。来使用，公众使用，啊，这样就可以了，好吧？有阵时啊，咱这啊，你开会要举办讲座吼，有几款意见题目的迄吼，都对五十五寸、到六十寸拢无要紧，一万九千几个毛，啊，你爱去找啦。我一般我是吼，荷兰的是太平是。台湾做，啊，加迄个红海，迄嘛当然做。啊，咱正方买一桌嘛。啊，咱中等其实就贵啦。啊，需要的时阵，咱若要唱歌、卡拉 OK， 要搁下载，迄你有 WiFi 多简单，好啊。恁最近去找啊？最近就去找，好啊。那个战争已经有找，有甲讲，
伊讲爱六尺寸，结果讲即马讲六十六寸。听讲咱也搁慢一站啊，讲有一百寸，但是新厝拢较贵啊。但是遐个成熟的，可以运用到这块。因为咱总长无宽，咱总长那五十五寸啊，五十寸的话，就感觉都好用的，把看甲正清楚。啊，是有六十寸的，足够好用啊，啊，搁你啊现钱。啊，都伫咱遐附近安尼买吼，方便维护吼，就可以。这个钱吼、花的会比较值得，哦。后阵时啊，咱租车的只个通票有诶，较无咧用装，咱放落来吼，迄比较好势，会感觉故乡吼可以来交换一些故事。啊！恁手机啊，家己用去翕，一翕袂了，你都放互看，也可以啊。包括你的居家生活也可以给人家看，有人想给人家看这些风景。你会说过不很多都是把自己拍得美美的。有个人不爱啦，啊，有个人都爱，他爱嘛，也可以看，也可以马上下载，影音档，进化。好吧，那这几天就中等啊，无啊，咱还是希望，好吧？拜咱协调遐的座谈会啦，台中要座谈会，好吧？啊是要做迄个简报单啦，吼，大家放看遐，看会知啊，吼。啊，拄迄工董事会吼，咱嘛无一定爱在迄间。可以做做，咱在外口开个广告，就 OK 啦。好吧，啊，就免用 projector， 免用个透过投影机，就这样，就可以处理。啊，你知无？哎，有人有事啊？困难啊，有困难。买东西是最没有困难。啊，你那要甲挂那边啊，或不挂那边啊，或你啊，哎，但是爱个下卡就做来。都爱过爱过来，因为挂较别多咱迄个吼，迄中迄，即马诶电报足少人咧用 projector， 足少，因为 projector 出来迄个技术度不够，啊，但是可以运用。你有看咱电视吼，有啊，电视遐，迄一个液晶屏幕。伊个其实无偌大呢，迄当我咱五十寸到六十寸来，啊因家己偏关系个代就是遐很低低啊，啊过会用在面顶画，迄是一个 A P P 啦，啊用个就好，啊你也要晓得，家己也要晓得，啊咱是迄哪年纪啦，咱嘛爱随时代进步嘛，对不对？好啊，啊无就安尼来，哦，有困难吗？是不能保证十月三号可以。啊，不能保证啊，不能保证，那就是阿丹那一天要上卡拉 OK 吧？对。哈哈哈哈哈。知道，那调战局行吗？好。哦，好啦，那就不要讲。阿伯都打个清唱，阿几点嘛？两点几点？我唱《岛屿天光》，我唱。都可以表演，因为这样比较特别假扮动物的，对吧？他处理嘛。好，就是今天的就是大家问题嘛，啊，我会报告大家。啊，今天咱先享用中秋大餐啦，这无形的大餐。啊，有形的是十月三号，啊。拜啦，就是后礼拜嘛吼，下午三点是中等啊。啊，咱啊要准备的，就三点就好到。啊，开会足紧，啊下面就进入这先师阿甲董事，遐董事来报告一寡代志。
过来就进入了吃饭。哦，这个感觉去找川餐厅。川餐餐厅，咱像阿姨站啦吼，啊是店长的啦吼，啊这个有几个阿爷啦，年纪较大个。啊，不是我这个意思，讲你传的对无？咱同事遐尼济，啊遐有啊有的有的无？啊，你个同事，你讲同事吼，有同事几个？啊，我唔知传几啊无。无，你甲同事我你讲。包括我哦，拢免掺和啊。超过七十岁以上的，啊，我唔爱老问高龄七十岁。啊，就即马就现场讲出来。你嘛无七十岁，再人嘛无七十岁，我嘛无七十岁。啊，有七十岁，当然啦，算几？哎，算几？啊，点赞的。啊，何泽楷，杜老师，啊，杜老师，啊，这四个都好啊，哎，啊，剩的要只要家己摕啊，有靠有手的，啊，咱是以前那遐爱摕，你知无？咱来摕给因啦。第一，因咱咧食较方便，咱若七十岁吼，你食物件吼，好咧嘴面顶吼，加减啊困一寡会出来，啊，你无一个参考。阮丈人吼，伊到尾八十几岁啊吼，一托物件好食吼，哎食食，涂骹落一寡，伊毋知呢，哎嘛无看咧，啊你毋好起啊，就随甲扫咧，不礼貌。啊你就可以吃了吼，咱较紧去甲穿，啊，就好啊。啊，你有一个餐盒吼，较袂难。你呐，伊个范围，区域范围之内，他会去处理。啊，安了解无？安尼四个餐盒啊，无够加啊，啊无了。你那个我变咯，我啊全餐盒吼，不是啊。我今日赚钱，我是去赚。暂时买来啊！啊，暂时啊，来暂时啊！对啊，是我印度当地，对对对，啊，所以你讲四个就是一个。好，一个，安尼五个都，一个袂麻烦嘛。袂啦。系安尼都嘛。我嘛是喺山顶插一包面甲放落来。哎呀，哎，真高啊！哇，我即马大家拢食你个啊，怪。不是啦，啊爆爆烟都唔代表。对，阿弟也唔是我。这个不想的都无回报。大姐的主啊。啊，叫做这个犬马以报，啊，马来西亚，所以朱红姐啊，中国啊，好，过来，五个餐盒了哈，啊，五个，啊，但是要确定你也要来，啊，卖香香提提的餐盒好啊，你听我意思，啊，这个无人吃，这个你吃，干脆把它分散掉，我来。这样才公平啊！哦，好，安尼，今日讲到这啦吼，好来。我想要请教杨医师，你较早捌讲过吼，咱人诶在锻炼啊，在现象界、在五行界都有在锻炼。那个灵的意识会记录好的跟不好的。那在无形界，在我们在梦境当中的锻炼，也会包括在灵视里面的记忆嘛，好的坏的一样。因为梦境一般如果会是累世的记忆是，除非有很大很大重大速度的，啊无一般拢是一种吼，一种出口，啊有当时啊会偶尔会去看到某些现象，事实上那个还跟脸的范围。灵的范围，第一个你要到最后你知道你有一个灵，风灵。第二个，这个风灵是跟本灵结合，你来看这些，这些拢有像。那么这个没有到
到了一个成果，那个跟本人结合的程度还不能比。啊，所以咱爱经过啥，一般拢爱经过这个领地蜕变。具体遐吼，咱即摆已经都有在做领地蜕变，但是进展吼的速度看你的吼，看你的功果。就讲咱地主房加偌啊，是讲咱做主工加艰苦，其实迄是修行的一部分，迄是在练嘛，练魂魄。啊，魂魄到尾啊，练到哦，我做咧足欢喜，也无做哪会成啊？即慢慢会往上提升，就这样。所以一般你啊，甲灵的境界吼，即款人吼，你也无相当的辅导吼，甲对对些个类似的一款，款那个，迄个修炼吼。那个天魔从地魔、天魔到人魔，啊，地乱了，该地乱了。啊，但是，你发现你时间还未到，三魔都会一起乱。像讲我今下嘛三魔拢是这个，所以我都惊伊困的啦，都惊伊睡觉。因为睡觉，所有的主念就进。啊，所有作用进来，你放体就干哪一丛安尼尔，你别做干哪地，那有无？啊，伊该吹啊！啊，我无啥敢甲恁大家吹啊，因为我搁吹下都大家受不了，我害怕。啊，所以就爱等，爱忍耐，等人卖吹了，卖吹下来下来安尼。啊，无咧吹即吹吼，你想讲吹你个，你家己我都做袂来。根本都哪有通啊，互你好好啊困，咱这样困一点病，迄条道理哦，跳板的伊在困着，哦，我就甲你一二三四五，啊，第二来啦，啊，伊就，安尼半暝啊，就啊爬起来睡，你知我意思？哎，是啊吼，这资料从哪里来吼？不晓得，后来我就怕说输针了吼，我去查一后天的资料来。来小可佐证，相差咯，而且我们接着是对正确。所以大家慢慢啊心就好个，但是这爱了解，这爱了解你了解偌济吼，你的气势才会出来。你啊，无信心的人吼，爱硬劲的吼。啊！你去下面讲话，你会感觉伊会顶甲面难看，心虚。啊！你知影，你找有得看，啊！你知，啊看有，你下面讲，伊会感觉迄个包容不足，他不会计较，他也知道你很肤浅，太可怜了，你怎么那么肤浅？你是大师，所以这。大书籍的人物以后啊，这个都是必读的。第二方面，大书的必读，无他免想要去面顶要敬神功，要去敬佛道。所以咱这本是慢慢仔来推广吼，就这样吼。啊，这回林冠华这个什么处理要点我。电梯啊弄出来，这个是好现象。咱这同学嘛，不要加我。哎，这个软磨文章嘛，写得了；战狼的文章嘛，写得了。哎，那阵一个加到甲同组啊，啊同组在听。啊，即卖咱的内涵要增加，因为咱大家人甲咱都看到啊，也看到。我们光明家深藏不露，所以迄天有两个教授来跟我讲，我拢唔捌你诶。伊讲我直接来啊，我讲我有印象，但是我唔知你诶名，真歹势。所以迄天我咧起来讲，我咧特别讲者。原来遐教授拢点点啊咧甲咱宣传咱诶物件，所以咱懂得进修了吼，爱进修了。啊不，咱今日到这，好，谢谢。